还有种啥子？可以啊。那个叫七八八八，因为七八八八是没有钱筹钱的。你就看过来，你感动。好，唔该晒，我哋其他嘉宾，请我哋嘅主理嘉宾同埋我哋嘅首长继续留步台上，因为跟住咧，我哋有一个嘅简单而隆重嘅启动仪式嘅。唔该晒，其他嘅嘉宾可以拥抱就坐噶。大家见到我哋今日嘅启动仪式咧，都相当之特别噶吓。就會有七個嘅大鼓咧喺我哋嘅台前噶，咁啊同時咧亦都要有請我哋嘅主禮嘉賓啦，係恭請我哋嘅大會主席莊創業太平紳士、召集人麥子祥副主席、宣日校副主席陪同我哋嘅主禮嘉賓咧搭前到去我哋嘅鼓嘅前邊，每人攞住一支嘅鼓棍，係啦，咁包括咧就係我哋嘅主禮嘉賓吳養偉部長。曾玉成主席、陳積志處理處長、蔡毅理事長、葉劉淑儀議員、鍾樹根議員、陸以華專員、孫啟昌主席、馮紅張總裁、黃傑梅主任，以及咧係戴德正校長 Nicky 報到大鼓嘅前面。咁咧一息間咧，我哋全場等人數三聲，咁包括埋我哋後面排嘅嘉賓們咧，手上面咧都攞住我哋嘅花炮噶啦。咁啊，請大家留。我哋台前面有四個嘅電動嘅花炮喎，大家留意啦，前台有四個電動花炮比較響啲嘅，所以大家有個心理準備，等爆嘅時候就小心啲啦，唔好靠近啦。咁咧一陣間咧，我哋全場數三聲之後，就麻煩我哋前面嘅主禮嘉賓打兩下鼓，一、二兩下，第二下後邊嗰排嘅嘉賓們就即刻開你哋嘅花炮。請依家拉開你哋嘅保險掣先啊！拉開你哋嘅保險掣，亦都咧唔好向住自己個頭喎，因為咧費事射親自己隻眼啦。向住上面，跟住咧打一二第二下，後邊嘅嘉賓們就拉花炮，前面嘅機動嘅花炮亦都會係爆發嘅。如果大家咧清楚嘅話咧，我哋就準備咯。我哋全場數三聲，我哋主禮嘉賓打一二第二下，後邊就爆花炮，前面嘅機動花炮亦都爆發噶。準備到喎，三、二、一。
會主席莊創業太平紳士召集人麥子祥先生以及本會副主席孫日孝先生、劉佩珊女士、蕭景仁先生、黃俊仁先生陪同我哋嘅主禮嘉賓兩位部長曾玉成主席、陳積志處理處長、蔡介理事長、葉劉淑儀議員、鍾樹根議員咧係為我哋嘅醒獅點睛嘅嚇。咁麻煩咧，我哋每一位首長咧，陪同住我哋一位主禮嘉賓咧，係進行呢一個嘅醒獅點睛嘅環節㗎。係啦，咁啊喺呢個時候咧，都係再次咧係有請我哋嘅主禮嘉賓咧，包括兩位部長。主席、陳積志處理處長、蔡介理事長、葉劉淑儀議員以及鍾樹根議員係為醒獅點睛嘅。哇！醒獅點睛，進財兼定，民心經濟，齊齊上升，大家期待上升啊！黃建梅主任以及灣仔區議會副主席吳錦春先生咧，我哋嘅醒獅參花掛紅嘅嚇。同時咧，亦都係麻煩我哋嘅大會主席莊創業太平紳士孫日孝副主席，仲有我哋嘅麥子祥先生、張建良先生、江欣博士、陳家華博士咧，係陪同我哋一眾嘅主禮嘉賓嘅。Okay.